才好打，就打一打就一会儿从头听不懂，那干啥多好啊。买个什么好了？不好吧，这双鞋子好好看。对啊。哎，那一双还不错。对啊。很好看，有打钉的那种。不过我觉得它那根不太好。根不好看，对，就差根。嗯。那双49.9。嗯。50。马上来看，50，2500。嗯。OK 啊。鲜艳呢？哎呀。好漂亮的花店，嗯。今天那里整间都卖帽子哎。好好粗哦。文渊，我在找适合你的小礼物哎，紧身裤。你看我好认真哦，都在找你的小礼物，可是都一直找不到适合的。已经色眼。嗯。会不会文渊打电话？少假了，少假了。文渊他都在看自己的东西。我只有买到马歇尔，干嘛？看这里有只大象跑。真的耶，红色的好可爱。拜托，我可以买那只。不要啦，走喽。蔬菜摊，好漂亮哦。妈，今年是流行橘色吗？你看这个男生又穿橘的。我是照摄影的，照什么照？哎、欸，这个人好面熟哦。这个人好面熟。哎、欸，他朋友带回进去啊。算是我们不逛台湾有的东西。他说逛怎么逛台湾有的东西呢？好、哦，真的、哦？那我来。那我来看。哎什么东西？这里可以照相。我也不知道。你看他的番茄。哇、哦！
哇，今天的餐厅一样有气氛。总共有酒杯，是有酒。好，可以喝水啊。他特别的原因，如果你看我们的收成指标，我要去照你们的蜡烛，那样不错。你们的蜡烛是圆的。等上菜吧，你看，这是我们今天晚上的菜单，只看得懂第一句，看第二句，然后往下看。Pieces of sausage with 都看得懂啊。好了 ，OK。Ice cream with fruit. 哦哟，就是第一个呢是蔬菜浓汤，第一个蔬菜汤啊，可能没有浓吧，就是蔬菜汤。然后第二个呢就是三种肉混合的那个 sausage 就是香火腿，对。火腿是哈姆，香肠是，然后 with 第一个字看不懂，第二个字 potatoes 就是用马铃薯的，然后最后是甜点是 ice cream with frog fruit， 就是有新鲜的圣诞水果的冰淇淋，好好吃哦！这张要带回去，好，没问题，我也有。